今天跟陈博元跟大宝来走一个那个新竹市的一个景区，那第一个点是高峰植物园，那等一下会走到那个绕过那个天桥到十八尖山，然后到台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去看一看，因为没有去过，然后之后如果有时间再去动物园看一看，然后最后看时间允许再去青草。那今天因为下雨，全省下雨，那这个地方大概下雨机会大概30-40%，所以就选择比较不会下雨的这个地方来走走，然后踏青一下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以前在证券公司做承销的时候，时常来这个竹科，因为这就在竹科里面。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高峰植物园，今天来看看，感觉是闹中取静的一个环境，也感觉不错，很有原始森林的感觉。来到这个很巨大的面包树这里，人站在下面感觉很渺小，在旁边竹科还有这种植物园很难得，你又会不会变成台积电的另外一个厂址？植物园即将走完，这样绕了一圈大概花了40几分钟。那植物园不错啦，竹科人可以来这里休憩身心。那不过这个植物园里面蚂蚁很多，那很多树根都占满了蚂蚁。现在准备来去十八尖山，现在接着走十八尖山的防空洞步道，那旁边都是防空洞，很多。这以前可能就是大家躲防空警报的一个地方。全部都是防空洞，来看看其中一个。哦，这个防空洞大概可能可以躲个20-30人吧。现在都废弃了，旁边一个一个的，你看。现在走在十八尖山公园的柏油路上，感觉这里公园还不错。然后等一下会有个十八尖山的三角点，也是小百岳。现在来到十八尖山，这是国父纪念亭。啊，十八尖山就是这样而已嘞，一个牌子，在上面，在上面吗？对，上来啊！啊，是哦。OK， 现在有了，你过几十万年还记得吗？这个小百岳26号还很特殊，好像是一个水塔上面。熊沟锥，小百岳。对，熊沟锥。大宝上来了。好，大宝上去吧，帮你照，看你的。还有绳子可以拉，不是直接一撑就上去了。我就
它怎么会建在这个很像水塔上面呢？好，换你上来。好 ，OK。上去啦！蚂蚁有够多的。小板现在在去说呢。啊？哎、欸，这个没有啊，你们就这个会不会踩到电线？这个没有啊，这个没有啊，你刚才在纠结的时候呢？啊，你这不偷学？即将来到十八尖山的东峰，到了十八尖山东峰。三角点，总算今天的两座山达标。现在走到那个十八尖山，往清大的一个小径，清大或是游客可以从这个门进去，就是啊，这个就是清大啦。打开，逃学路线，逃学路线啊，教课，教课专用。来到清大，这里面算清大的校园。对呀、啊，算清大的。所以学生要运动也很方便啊，你看。对啊。要来这里看看。清大应该没有人会逃学。念书都来不及了，还翘课？谁翘课的？清大生不太会翘课、啊。走这一条，到那个什么望月什么湖的？雕塑公园。啊？对，雕塑。OK， 走这一条，来到清大的相思湖。看起来很宁静优美，清大的相思湖面积也不小，叶寒亭站在这中间的回音非常不一样，这里的回音很清楚，站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回音很大。对，回音很大。清代的创校者，对，年月啊，对，那清代的校长毛高文也是我们学校工技学院的第二任校长。OK， 走吧。两旁山木扶疏的一条小径，很漂亮的。哇，梅园里面开的花很漂亮。到时候梅树成熟，他们就会来采。清大校园里面的昆明湖，鱼很多。鱼很多。清华大学的成功湖。这比刚才那两个湖还大，而且好像还可以划船呢。来到青椒小道，过去就是清华大学。来喽，走吧。那边交通大学，这是交大的西区志宏祠。
交大应该比清大还小一点点。不行，现在要离开清大校园了。交大啊，叫交大校园。那从那个高峰植物园，然后一路走那个，走到八尖山，然后到清大、交大，这样整整绕了一圈，这样花了4个小时，很久吧？哦，蛮久。对啊，这样应该四个小时。我们是没有计算那个走了多长的那个里程数吧？我看也应该有大概6-7公里。不晓得，走很久就对了。不晓得，那现在准备要去那个动物园，好 ，OK。现在来到新竹市立动物园，从来没有来过，现在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动物。有羊驼，啊，前面有一只鸵鸟。目前看到就这两只，黑肚绵羊，哦，那里有那个孔雀的，哎，对对对，孔雀。浣熊，两只，三只，北美浣熊，刚才那个是长鼻浣熊，你干净吗？吃东西。老虎，只有一只。老虎吃草，难道是肚子痛不成？它的毛有够长的，夏天是不是应该要不会热死？对呀。鸵鸟特写，动物园内部草木扶疏，看起来是蛮漂亮的。而潜在水里面，长臂猿、乌龟、看不到，马来猕猴。应该最大那只吧，这只吧，看起来比较小。现在来到青草湖，湖光山色，前面还有一个桥，很漂亮。什么原籍大宝已经在湖边了。来到一个纪念碑，上面说民国40年开始规划，然后45年盖好。对，42年动工，45年盖好。啊，之前对打草重生，民国100年交通部观光局补助
570万重新整理，所以现在还不错。对，原来是清朝，原来是个水库，现在才知道。OK。来到清朝湖的映月桥，那前面是它的岛，叫迎飞岛。然后前面有一个欣欣相映亭，今天天气还 OK， 没有碰到下雨。它所有的新竹的景点，今天一网扫尽。终于结束啦！那我们现在在那个清朝湖里面的迎飞岛。那今天这样大概整个行程大概花了6个小时，然后走了6个景点，然后第一个是高峰15元，那走一个回圈，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18尖山，然后绕到清大、交大，然后也是一个回圈，然后第五个。第五个就是去那个新竹市的动物园，把动物园看看这动物，它里面动物不会很多，还是只。然后最后一个点就是到清朝湖这里。那这样的话，今天的行程还算不错。新竹这里的那个风景区感觉不错。很不错，很漂亮，啊，有点风，坐在这里，这个风蛮凉爽，很舒服。对，因为之前来到那个竹科这里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，啊，所以说今天特地因为下雨的关系，那这里大概下雨30-40%，所以选择这里来看一看，哎，感觉不错。啊，建议大家以后如果来新竹，可以来这几个景点来走一走，做一个一日游。好，结束，拜拜，拜拜。在玩音响，厉害。